汉语水平考试三级标准教程第四课课文三，小刚和小丽在超市门口。小刚对小丽说：我有点饿了，我们进超市买点东西吧。我有点饿了，我们进超市买点东西吧。我有点饿了，我们进超市买点东西吧。再来听小丽说了什么。好啊，这家超市的蛋糕又便宜又好吃，一块只要2.99元。好啊，这家超市的蛋糕又便宜又好吃，一块只要2.99元。好啊，这家超市的蛋糕又便宜又好吃，一块只要2.99元。再来听小刚说了什么。我们买2块，回家吃着蛋糕看电视，怎么样？我们买2块，回家吃着蛋糕看电视，怎么样？我们买2块，回家吃着蛋糕看电视，怎么样？小丽是怎么回答的？好啊，我再去买一些喝的。好啊，我再去买一些喝的。好啊，我再去买一些喝的。最后，小刚说了什么？喝着咖啡吃蛋糕，太好了。喝着咖啡吃蛋糕，太好了。喝着咖啡吃蛋糕，太好了。请回答下面的问题。一，小刚和小丽打算买什么？小刚和小丽打算买蛋糕和咖啡。问题二，小刚和小丽回家以后打算做什么？他们回家以后打算喝着咖啡，吃着蛋糕，看电视。